其实要当偶像明星真的很辛苦，尤其是要维持曼妙的身材，像我的大腿就让我吃尽了苦头。要是有一款游戏可以边玩又边运动的话，对我来说一定是一大福音啊！现在行可速2012就是要让我全身动起来，彻底燃烧我的体脂肪。大家跟我一起去运动吧，走！Ubisoft 的公司于日前宣布，他们在 Xbox 360上最受欢迎的健身游戏《行可速》将要推出续作喽。《行可速2012》包含了多元化的健身活动，不同人士可以制定个人的训练内容，以达到自身的锻炼目标。游戏集合了健身舞蹈课程和具有针对性的训练，包括了武术、新兵训练营、禅宗课程和跳绳等等趣味的小游戏。新一集特别收录了具备动态和交互式功能的 Run the World 游戏模式，玩家模拟在全世界著名的地段奔跑，以 3D 效果呈现纽约、巴黎、伦敦等等明媚的街道景点。锻炼期间，玩家的身躯会被扫描投射至画面上，直接用身体去操控游戏，将带领玩家进入奇妙的行可速健身世界。